木鳖果含有多种机能性成分，以甲种皮的含量最高。过去取甲种皮以人工作业，费时耗工，且过程需加入水分，不利后续利用。本技术包含木鳖果甲种皮分离机械及分离后之残体循环利用技术。木鳖果甲种皮分离机械包括固定接台、旋转刮刀及甲种皮分离机组成。作业时以双手持握木鳖果，将之推向固定切台，切成两半。在各持一半木鳖果，依序以旋转刮刀将木鳖果种子及甲种皮自果实内刮下，落入甲种皮分离机内。甲种皮分离机内部之旋转刮板及筛网即可自动将甲种皮及种子分离。机械以一贯化作业之流程，快速且卫生地取得不含水之甲种皮，以利后续加工使用。以机械作业，效率每小时可处理150到180公斤木鳖果，相较于人工作业，可提升4倍以上效率。分离后之残体利用发酵技术，可作为循环再利用之资材，达到减废循环之用。